OK， 今天来到位于台北松山站附近的饶河夜市。今天受到三元Japan的邀请，要来拍一下吃夜市，然后吃一整条街。今天就来 Vlog 一下，第一次拍，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再请多指教。现在就是我比较早到，所以就在等团队带来到来。OK， 他们团队发了一个很酷的墨镜，等一下来拍开场。OK， 这是我的队员 CHU。嗨，啾啾啾啾啾。今天终于不是一个人吃饭了，对吧？嗯，对，终于有个伴了。哇，那哇好，那我们现在都蛮饿的，对不对？你还没吃吗？很饿，很饿。好，那就跟着我们的俊奖还有三元Japan一起去吃饶河夜市吧。耶、yeah!。有没有信心？当然吧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吃到第三间，全身都是汗，前面两家都是吃辣的，对，继续加油。现在来吃一下芒果蒟蒻。就拿着是不是就要把它吃掉？这个超级好吃，这个超级好吃。哦，所以其实你很喜欢这个。我觉得它气质非常的。哦，气质控。Yeah. 那这个就交给你了。甘蔗汁、冬瓜茶、起司马铃薯、珍珠奶茶，哇！遇到粉丝了。那起司马铃薯真的还不错吃，平常的我是不会吃这么罪恶的东西，超棒的。现在来喝一下仙草茶止一下热，我们团队感觉要阵亡了，就跟俊奖都好像吃不太下，只剩我在奋斗。很冰很凉哎，这时候喝真的是太爽了。现在算是中场休息时间，俊奖去前面探看一下我们还有多长要吃，对食物没有任何感觉了吗？刚刚差点吐出来。那就不要硬撑了吧。对，真的交给我，交给你。就是我们这个变态队的唯一希望，就交给我。走在这里的路上，很多人都认出俊奖，说变态先生，变态先生。没有没有，很红哎、欸，你也超级编辑的，谢谢谢谢。我感觉我们队赚到了，我们最左边这一排后面后半段都是卖衣服的，没有卖吃的，所以我们要吃的店比较少，感觉我们会第一组先跑到尽头。现在手上还有没有吃完的，我们就再来排牛肉面了。啊，感觉超级多东西要吃的，很累啊。目前已经吃大概二十几间了吧，老实说没有很饱，继续吃，饱吗？可以的。你要说不饱？不饱不饱。对，很棒。可以了，开胃了开胃了。
变态先生饱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目前是第一名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小卷很脆，很好吃。目前吃了28间，快看到尽头了。我吃大碗的牛肉面，俊讲吃小碗的米粉汤。对，差很多耶。刚吃了牛肉面，超级热，现在都在流汗，汗流浃背了。路上人也非常的多，看一下下一间要吃什么。现在又多了300块，要来继续回去吃，因为每一队都要花2000，那刚好有一队还没花完，所以他就把他的钱平分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对要去买鸡排。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，现在鼻子都是汗水，然后身上都黏黏的，吃了很多热食，蛮辛苦的一天。嗨，韩国帅哥，太厉害吧？你也很厉害啊！哪里有？没有吗？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所以其实大家胃口都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吃到冰的我们就比较开心一点。人也蛮多的，对对，人超级多，还有鱼蛋没吃完。鱼蛋有够辣的。不过非常的 Q 弹。哎 ，Hello Tommy， Hello， Hello 俊江，哎，看燕的棒的棒。很多观众都说我跟 Tommy 长得很像，哎，有吗？真的吗？你觉得有吗？你比较帅吧？没有没有没有 ，Tommy 肌肉也很多，可是 Tommy 比较高，可是你肌肉比较多啊！谢谢谢谢，Tommy 也可以练一下肌肉啊。我现在有去那个健身，真的听说你吃了超级多，还可以。现在几分饱？大概5-6分，那Tommy几分饱？我也只是7-8分饱。听说你是你们队里面最会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像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跟俊讲差不多了，谢谢这次的邀约。大家告诉我们哪一个比较帅？留言告诉我们。留言告诉我们。2000元都花完了呢。我觉得俊讲其实也非常会吃啊。我也还好，你太厉害。我觉得你太谦虚了啦。下次可以一起买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当然好。好，谢谢谢 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这次3元的邀请，1、2、3元。谢谢你，谢谢俊哥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帮我们很多。我跟大家彼此彼此都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动态的哦，大家可以动一下这样。对，好来哦，1、2、3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OK， 现在又走回到了饶河夜市的起点，对，因为我的机车停在这附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 Vlog。你回家了啊！谢谢这次3元的邀约，还没订阅的可以去订阅一下。然后还有其他几位的创作者，这样喜欢看大胃王频道的朋友，可以把铃铛跟订阅都给他起了，谢谢。